狗头吧，狗头，狗头也行，但狗头，狗头对团队帮助不大呀，容易没用这英雄。哎，耶，耶，哎，哇，这么顺啊！坏了，感觉西安已经懵了，冒号了，不是这怎么玩？卡牌两级，两分多钟给你单杀了，死了，也要死，柱子一卡再 A 一下 ，OK。宁王能跑吗？好像还真能走，交个闪现就行。讨厌，下一个 E 什么时候好？好了，硬戳，而且不会被坏。还行，这样可以。主要，哎呦，想杀回来，杀了，应该杀了。感觉应该是能杀。对，没操作空间了。敲，妈，应该能追上。敲一下 ，OK， 长舒一口气，而且这个线还卡在门口，刚好可以回家。太阳神，嗯，太多单杀啊，被抢啊，七点。属于是自己有点不服气，我看了一下，只有一点。对他这个真的是，这个一感觉走到脸上去犯的，你没必要啊。对，就这自己不服气。然后这里也是左善权，你凭什么卡我线，对吧？你凭什么卡我线？然后升三了，打个三级，就两边反正都互相不服气，都要弄。看小东北什么时候能利用大招去做点事情。哎呦，断到了，我死了。这个进化感都没必要交，这个草位给他顶住了，对，拖不到队友来了，艾洛丽关键打断啊，这波岩雀在靠，怎么岩雀要封路了，高星六级感觉能打，有等级差，但这个墙的位置没能封到人，走位还扭开了岩拖，小东北自己得交闪了，好像被打了一趟，而且有人在圈里面死了呀，小东北这个封路没能够封全，三秒，看遇到了关键眩晕，而且猪仔顶了下宝兰倒是有闪现的，追应该不太好追得死。下班了呀，这把艾罗丽这大头了，怎么回事？没毛病啊，他这个大头。先是回城被盲猜了，嗯，被猜到了。哦，扫出来了。啊，扫到了。哇，很关键啊，这波艾罗丽的留人。然后这里属于 AD 被抓了，然后强行下来救的。对他们选择三打三能赢，嗯，但确实是能打的，能打。他这里这波为什么不直接捅？感觉留那个三段没什么必要。我想卡三段 Q， 啊，感觉可以直接捅上去。而且对于 OP 来说，下半区结束了，他们这个就很难玩呀，这个队。还是想抓耳塞，嗯，但是他有染线，而且有眼，好像会死吗？这位置死不了，他三速鞋子。赵信有闪，赵信没闪，赵信闪现还没好，还差几秒，对，差一点点，他闪现差一点点，但是还往前压吗？要打，我感觉有点想多了吧，有点，你望没大的呀，有点想多了，感觉是的，这打感觉不可能啊，中野都没大招，他进入到宝蓝的节奏，嗯，好像都这么出的。狗头巴的这么，他这个赖线厉害，我感觉干什么？哎，完了，行，能拉扯不？还挺肉，有点打不死，第一时间还在拖时间。大招啊，关键大招，但赵信被晕了，赵信是没闪的，被推回去了，都在圈内，能换一个不？这风筝电刺看似中了，但好像没中。哎呦，坏，那完了呀，死光了。这波是。严重之巨大失误，这波上路怎么可能死人啊？他们找机会的，也想单杀，他藏住了，他只想单杀，感觉藏住了，这把是自己的证明之战，只想单杀，使完单杀，但是他这位置，我感觉开个大就走了，怎么可能死啊？这边不敢伤，主要是我感觉狗头打卡牌真的是很明显。哎呦，开机跑了，就你想单杀我？哎，但是有狗头有大的，有大。脾气都好大呀！是的，反正先这是点一套再说，点回家。我不单杀你，你还敢单杀我呢？啊！这波狗头直接踢上去吗？哦，可以踢了。但沙皇去了呀？哎，岩雀要回吗？主要沙皇现在去了，卡牌回来还能开大。又被打散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巨魔怎么一抓一个闪？他们沟通有点混乱，现在。是的，你看卡牌开大了呀，这种。这个时候，那个时候岩雀不能走的。对，主要这个是明牌，就是知道卡牌要回家，而且他有大招的。
岩雀得提前摸那个上二塔，然后岩柱没抬到，那这他也要交闪。哇，碧儿感觉乱成一锅粥了，已经闪现过来，闪现过来，灵光披风好像，好像都有脾气。哎，交个进化，开个大能跑一下，应该能打点什么技能。哎，要捅吗？但不太怕呀，主要他心结巨手的硬玩能秒吗？交闪、哎，怎么会这一幕怎么这么眼熟？他们中单也干过，他们中单也干过，而且移形换位，好像飞回去了。这样小枣包也被打残了，大龙还在输出。海军对 AD， 这一幕我太眼熟了。这一幕，哎呦，要来了吗？岩兔抬到了，在拉弓大剑自己减速自己。被吸住的伤很脆的。拿走。怎么说？还想追，但没留人了。哎，没后续了。好，没说法。就一台。怎么说？玩的挺激情的，只能说玩的挺激情的。卡牌很肥啊，卡牌三一套啊。嗯。怎么说？小龙刷了，哎，但是左边已经先占住位置了，一个环牌，没大的，皮跑一开晕住赵信，赵信没大了，感觉赵信要死啊，只能捅回去了。怎么说？开大招，找位置还能打呀，主要还能打。一晕住，进化姐，司马老贼也死了，宝蓝没闪的。怎么说？有金身躲，这样夕阳也得跑，夕阳不走自己要死。怎么说？哇，主要被这个卡牌玩的好难受啊，右边这卡牌疯狂牵扯。怎么小龙应该没了，但还是第三条龙，狗头也跟他玩不了了，水银一姐直接追着你 A 了，疯了。维鲁斯没闪，找微笑看台跑台接 Q 小能没关键发力沙盘，这个之前没金身的也要死啊，突然找了机会，突然一波机会，是的，主要字节大哥不在，能先杀一个不？哎，还两个的杀也被秒了。哇，血液战队，血液战队经常会二十多分钟突然摸了，手感火热，大龙一拿，游戏又彻底翻转。是的，怎么说？看小龙呗，怎么说？哎，巨魔，卡牌直接飞岩雀，被逮了，直接被抬，能跟上技能吗？RE， 但是没砸晕。完了，小东北被推回来了，要杀小东北，小东北好像逃不掉了，被 Q 死了，一剑穿死，而且这样交技能的话，司马老贼可能会无敌，而且枯萎被盾给挡下来了，怎么说？被罩子挡了，怎么说？拉扯坏了，晕到了，宝蓝这位置控制也接上了，宝蓝也倒了，宁王还挺能顶的，硬咬司马老贼，司马老贼顶不住了，交了一个闪现，这样闪现给人黄牌，有盾在，还在拉扯，但好意的波甲要掉出来了，插一下。被坏掉了，等黄牌啊，太着急了，这样黄牌给上司马老贼过来帮一下队友，但司马老贼追不到人，被冰杖给粘住了，继续追着，哎，司马老贼也没人能管，两边都只剩一个人，感觉第一时间撤的有点远了，司马老贼有点懦怕了。哎，想卡谁也被看见了，点了一枪吃果子 A 吧，但是他有黄牌应该，哦呦，无人生还，哦呦，全死了。这一波只能说都有瑕疵，一片漆黑，只有小龙还活着，就还剩下一个闪现，就是巨魔的闪现了，惨烈，过于惨烈了，经济是一模一样，嗯，对，太想杀魔乐了，不过打到底也还行，不然他们这样叫技能退回来的话，小龙也争不了，是的，办，先是。卡住，然后发现是一个人落单，直接飞。赵信第一时间不站，这个台的位置也不错。主要这个晕没晕着。对。开的还可以。对，这一推没啥问题。看这个狗头打团就完全没有用。这个。而且他唯一一个枯萎还枯到盾上。带他，毕竟带复活甲呀。复活甲。这个反应，打起来又打起来，闪现推。赵志明走位躲了个岩托，正面推过来一个好叶，好叶要被秒了，而且赵志明没死，大爆弹一直在输出，伯乐被秒了，而且左上还在拉扯，水银解掉，贴张黄牌，自己也能走，被拉扯坏了，而且焦大头过来帮忙粘人了，冰杖给到减速，其他兄弟们靠过来了，夕阳怎么办呀？好难受啊！你带入下狗头的视角真的很痛苦，你砸不死人，一人砸两下。西尾这边伤害挺高的，大龙刷了，左边应该直接拿大龙吧。这边西尾没有什么威胁，他直接偷上，然后直接抽，而且来不及回防，然后其他队友去拿大龙，就双人路来防卡牌，就拿大龙，不来的话就一路带到底。
狗头康特卡牌是哪个人先想出来的？不知道啊，对线好像是海贤，对线是海贤。对啊，这个得问上单选手啊。所以子中你就跟打那种凯兰是一个意思啊，摸不到其他的人，他只能打巨魔。准备，他们好像准备想开这个沙皇，拼一波了吗？能不能接到吗？把拱回去吗？推走了呀。那大头也没有闪现的，那大头会死吗？开了个大伤还灌死了。还是中路，嗯，想打，我皮想打，来个台子，打我，波了，波了被打残了，波了没精神了，王牌丢错人了，妈还是什么？但一直在拉扯，他主要 A 人好像比西维尔疼，太通了，这卡牌 A 人太通了，再来张黄牌，直接给人点退。卡牌好像是不得打。是的，这卡牌一推起下来有个沉默在，赶紧交闪，不然 A 出来感觉就死了。哇，这样四打五继续追着对面打。而且一剑直接把后方宝蓝给穿死了。最尴尬的是这 AD 点不过的卡牌。是的，这卡牌两下直接把 AD 给点没血了。卡牌我两下，我点你四下。只怕一手台。对，就只怕台。他闪马上还转好了。但是卡牌的移速很快啊。TP， 但双 TP 过来。但是岩雀没大招，第一次四把老贼怎么办？要被 A 死了这样。卡牌往后走，开了个水银，直接给自己加速。泥王一个人顶上去，这样夕阳扛不出来，夕阳都摸不到人。晕住了，隔墙被拉扯昏了，闪现一捅，走位躲了个风转电刺，你开本子吗，哥们儿？感觉要被一波了，这也能躲啊？脸贴脸，他这小走位，那结束了呀，一个卡牌直接给对面打爆了，又可以投了，又可以投了，又可以投 MVP， 又可以 MVP 和第六人都一秒钟投出来了，他一个人给对面打爆了呀，英雄选的不是很好。闪现再来一张，还好这干锅切的挺快的，但已经没办法了，没有人能防守了。好消息，下把没卡牌了。真没卡牌了，下把有暗夜猎手了。这样恭喜 OP 2-0拿下三个赛点。下把薇恩又来了。对啊，下把暗夜猎手了。他薇恩呢？不是，你让夕阳怎么办呀？这怎么办？